嗨，大家好。那国宝现在来到南投的上清钓虾场。那再晚一点，大概六点的时候，那个南投钓虾暨研社的社长，他有办一个中秋节的一个活动，啊，3个小时60斤。然后3个小时60斤，那国宝有参加哈，小帮手也有参加哈。那个小帮手自从帮国宝一直拍片到现在哈，他从不会钓虾到现在，只要看到我在钓虾，他都会想要去抢我竿子哈。那现在是小帮手在拍，那等一下时间到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变成说用脚架下去架60斤。国宝能钓多少？而且还有前3名哦，前3名还有礼品哦，这么好看的事，对不对？这么好看的事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虾喽！而我的为什么没有？都被你钓完了。我也才一个号，啊，两个号。你钓几只？一只而已啊。啊，平手，平手，平手啊！好啦，平手。好啊。对，我的号也是。哎呀！又错钩了，难搞。我的怨念有效。你怎么可以给我怨念呢？那难搞。放几枪了，你老实讲。三枪。我没有号，你一天放三枪。为什么要跟到七虾要卡在正中间？就这样。为什么你们两个都中，而我没有中？命运注定要落赛。哎。哎呦！气死我！我中虾了，中虾了。哟，小帮手赢一只了呢！耶耶耶！现在正吃呢，对，压力在
现金虾。现金虾跟彩带虾，还有现金虾，还有一只金色的，好像是美金的那种。因为他刚说500跟100，我不知道啊。彩带哦，没有，屁屁没带。哎，你四只，我才两只哎。看这里新手运吗？新手运。啊，钓五只，咱才钓两只尔，哎，怎么状况啊？咱是坑的就吃，坑的就吃，咱是钓那水的多好嘞。人家就中中几个。你放下呀？你放下，哎呦，哎。每半小时放一次，60斤嘛。嗯。半个小时放10斤。哦，它不是一次20。没有，没有。放起来，全放。下个工厂。人人有奖哦，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加个红包，红包嘞，都是干爹。缠起来，缠他干嘛？叫他去缠，快快快快快，好了。对啊，快快快！推他，推他，开始在推啊，开始在推啊。哦，搓搓搓，慢点，浪一下，慢慢浪，不要一次提太快。要浪，要浪虾。看啥？哪有？那来个现金虾好了吧？我想要500块。哦，又来了呢！哦。哦。哦，好快哦！我放下来给你丢。过五虾，过水，搓一搓一搓。五下去。耶。是怎样？是怎样？你的在那里啊。Thank you.
喂，现在是怎样？我又被夹攻了。哦，双攻啊！要帅耶！哈，帅耶！那也帅啦！那也叫帅！双攻出去啊！双攻两包。无啊，那是我黑啊。要请全场的麦讲。那叫两年。别打板哦，慢慢来。别打板，哎。双攻要蒙眼吊十五分钟。加油！那我只让他们下场，加速度的节奏算吗？加油！有那个重量，正打，他怎么跑了呢？没了，还在啊？还在，别打。没有人在家。哎，打到脚没？哎呀妈！橘色的，嘿，啊，进墙了，你看啊，他们两个都夹攻我，没电了，没电了呀，下班了，你看等下去，你看，要沉不沉的啊？还在呢。又彩蛋！你来，你来，你放，你才会播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哇！你不要这样，老板。你还跑来我家玩了一下。弄我你丢了呀，不好啊。黑妹。阿伯放两车黑药过来了呀。啊。什么？下不？一点五只。以上。怎么可能？你刚刚有双攻又。他说我应该有赢他五次。不可能。没啦，那我要喊。你看现在都你在那，你还敢讲？对，你看。多好的好啊，你看我啊，你得救啊。目标哪里买？我先看看下面有没有。弄下去对吧？哎呀！你被攻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这把几啊？你把酒来给你看啊！你动作伤大，我是拢抓得到。我，嘿嘿啊，无对面要收怪无，来个加两个就给我拦截啊，我来拢没有啊。哎，你们两个加攻我哎，怎么这样？我们也有去到宜兰呐、啊，我们去钓草虾，对，草虾季。Thank you.
你去两只，我才去一只尔咧。什么去？阿亮，我跟你要谁？记得吗？对不对？记得，记得，记得，记得。哦，想他的嘛？快哦！哦哦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六九。哎，六九啊，六九啊。完了啦！必须的，你可以用手回去了啊。你靠一下去。回酒店。空枪你中下来了，不要干扰我，嗨，他说他昨天我好像认识，为什么你们也认识？他掉很多，他老婆我认识，真的，他比我多了，刚刚才发现是吗？我一直觉得他很眼熟啊。他欺负我，他欺负我。嗨，嗨，这个刚好，感觉在一起啊，嗯，刚好在一起啊，吓得不要掉光了。哪有，明明就是你，你老公欺负我，拿了一堆红包，回去把他扛起来。哦，要你给讲出来，要受晒气啊！人家还要惹我，你等，来。对，无简单，有三包红包做西天，怎个让你讲讲出来？但是拢爱充公，好不容易有红包丢给你。哦，难得。双工呢？小帮手双工，厉害！不知道到不到到？有啦。对。正吃了，接皮了。只是没有彩带，屁股都很干净的。对啊，我们虾子都很干干净净的，都没有带垃圾的。为什么不给我？夹了被骗。难逮哦。你的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啊，走走走走走。害我很高兴，害我很高兴，结果你害我替你高兴。对。
今天都钓大只的没有？不歪啊！哦，哦，爆冲没有？哎呀，你要唔叫喊？彩蛋！终于终于！狼嘞！哎，狼嘞！哎，啊，我无去啊！你说叫我彩蛋都要丢下去吗？谁呀？那你刚刚的要丢下来啊？你已经掉两只了呢。这个半截头好吧？没有，你要给他看了、啊，他要拍照。提到狼哎。哦，为咱这排探一张啊。哦，好险，有彩蛋又有起家奖。嗯，解锁。没有双工。小帮手双工。好。时间到了。
开奖。他很多、啊，他应该有四千多。对啊，我说他很多啊。然后我去哪里？吉利几号？十二。二。一二三四五，五斤。五斤。五斤。可是我要彩蛋，要等我一下。要十万，你要多少斤啊？冬天我好冷，就五斤。妹妹。我加我加。十四，哎，十三，十三。三点二。还有人吗？没有啊，就三个学生。三点二而已呀、啊。我等一下帮你抓，你有你都有照相吗？我三点二啊。没有趁的话就没有。因为我后面半桶都没好。你比较酷。3.4。哎、欸，行走。你3.2啊。哦，三点二，你让我输你呀、啊。还有人要测吗？还有人要测吗？没有啊。给你拍到两万。哈哈哈哈哈。来，录影吗？我们好录影。我们把公司搞一下，明天再约。